蔡淑珍，吃个点心要吃多久啊？收息息，赶紧写功课了。徐凯平，人家考卷上竟然用陈真两个字造句，你给我造林家陈真帅，我好想嫁给他哦。原子少女看待都是不是啊？人家名字还写错，怎么了王品浩？老师帮你绑鞋带，你都已经三年级了，还要老师帮你绑？如果你是一二年级，老师还觉得情有可原哦。我今天一定赖你妈妈跟她说。星星班孟成真回家。孟成真，不是叫你跟妈妈说不要那么早来借，你平量都没写。来，我跟妈妈说。喂，成真妈妈吗？嗯，对。